次的走。妈，3150一下，得花多少钱呢、啊？小叔子，婆婆拿了3000块钱给我们买的。什么？3000块？我妈的钱是给我留着当养活本的，赶紧拿去退了，退了！臭小子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二媳妇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们进去休息，我来给你们做龙虾。婆婆，这么多龙虾还是我们自己做吧？哎呀，二媳妇，你们来我家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干活的。快进去吹空调。不行，这么多小龙虾，让我妈一个人做，不行。你给我闭嘴！再多说一句话，晚上你不要吃饭了。二媳妇，走，我们进去。哼，这么多虾，我看你们吃得完吗？倒入蒜姜干辣椒炒香，倒入火锅底料炒出香味，倒入小龙虾，再来件啤酒，盐、鸡精、白糖、酱油、蚝油，给它翻炒一遍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不太高兴啊。哎，没什么，我弟弟女朋友最近想换份大企业福利待遇好点的工作，但是不知道去哪找，找我想想办法，这正愁呢。这好办，找大企业好工作就上五八同城，五八同城超值季火热开启，麦当劳、美团等大牌企业都在上面组团招聘，理想岗位超有戏，后厨帮工、店员、外卖骑手等超多，底薪高还离家近，不限学历的工作随你挑，平台实地合眼拔花，岗位真实更放心，赶紧让他去看看。那挺不错啊，我表哥的工作就是五八上面找的，工资比之前高不少呢，不止找工作，租房找保洁都上五八同城，特方便。好，我这就跟我弟弟讲。嗯，小龙虾估计一会儿就能吃了。倒入黄瓜，给它翻炒几下，可以出锅了。二媳妇，今天让你们实现小龙虾自由。哇，好香啊！嗯，嗯，这么多小龙虾，你们吃得完吗？谁说吃不完呀？你看，谁？你们，这哪来的这么多人啊？这些都是嫂子和我的娘家亲戚，婆婆她叫过来的。来来来，快来吃！来，快来快来，快来快来快来吃！你们放心吃，大胆吃，锅里还多着呢。好好好，你们这是之前了，我的老婆粉了。